老弟啊，这定脸太无聊了，咱上肉里吧。上肉脸，你上两个，走，走。什么情况？怎么那么疼呀？这个尿咋变成这样了呢？这旁边什么时候漏了呀？我去，怎么还淌汤呀？这啊，太恶心了。其实这腚咋那么刺挠呢？难受死了。哎，有人吧？我这漏了，有人管没人管着？别的地方有病，干嘛就来人了？我这漏了都没人管啊！救命啊！难道真的没有人在乎我吗？哎，你是来帮我的吗？突然还是有人在乎啊？哎，你那巴巴的扯什么玩意儿？别听了，我都能给你处理了吧？哎，记得了，快点吧，疼死了都。这查什么玩意儿？弄的棉布一套一套的，没见好。哎，到底行不行啊？这成声了，我给你拿激光灯打一下，你疯狂了就。大夫，我这腚什么情况啊？你这刚漏，放心吧，你这漏的洞都让我拿激光给打上了。